好，发表感言。陈仁浩刚刚吃了一顿贵生生的牛舌，结果我们吃不出它的好吃在哪里，对，它的珍贵点在哪里？但是有人一定吃得出，我们比较需要吃的是修个短袜的牛肉，竟然没吃到。就算要吃好贵的，也要吃到神户，结果没吃到神户，吃什么仙台牛舌？阿林，阿林。